锅，粮食还有多少啊？还够吃几天的呀？哎呀，我可不等什么粮食不粮食，我说明他要是这两天明天看天还挺好，一两天走人。我爸说了，礼拜天上来接。那天今天礼拜四、礼拜五、礼拜六收拾两天，礼拜天咱就下去了。他不行，到时候他先下去，到时候咱回来再给收拾呗。他说那个水怕是水，我说我先跟那个谁，那个谁放水那个大哥跟他说好，他让他告诉一声，提前告诉一声，对，咱再上来呗，再上来呗。就是，要不然他先下去，我们在这待两天也行。哎呀，他试啥水？这试水还没头呢，没影的事儿呢，没盖那啥呢。看你奶奶。啊，嘎槽带两个破汁儿，有啥用啊？烧火用呗，烧火呗。就这几个，关键是这都不够引小干枝子。引火用行。嗯呐。你看那又出来个捣乱的。咋这么些烤完哈呀？哎呀，你奶又说盖菜窖，又得给狗整窝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！嘎这么些这一天，那十捆。你们上哪儿嘎的这么老些啊？那铁道上那块草我感觉比河里的多呢。那块头两天可好了，可多了，就一去叫人家给嘎了。又盖狗窝，又盖大蒜，盖大蒜又盖葱，又盖后面的那个井。你奶告诉我，做能多嘎几捆的给他多嘎几捆，不嘎呀把后面井给盖上。简直无聊的。哎，咱下去咱那个井得给包上。咱井包它干啥呀？包上吧，拿塑料袋包上呗。你意思啊？还是不是有那个破衣服啊？这有是破衣服给包上就完事了。啥玩意儿？井，咱家水井啊，屋里那个。后天要是不下雨我就后天回来。下雨现在哪还有下雨的时候了？怕下雪，这两天有雪好像。那就是怕下雪。那你就怎么着也得下去，我们也得下去拉一趟。下去呗，下去你们就能带的，你们就往下带。对啊，要不然的话，你到时候你再也拉不下。对啊，那些玩意儿，你说你咋整？奶奶，不搭理我，他不搭理我了，一说正经事不搭理我了。你接到啊重要通知了吗？重要通知。杨总说礼拜天来接你。赶紧的啊，收拾啊，这两天，赶紧把那个整下去。这个我的自主权。来接你。你没有什么自主权，我跟你说，不行。自主权有。不给你自主权。没有自主权，杨总已经决定了。还是你动啊？没有，这现在天也不冷。哎呀，老鼠给你干活呢。老鼠干活呢，哪的？你们都串的。也有点冻了，但是没那么太实诚。我们今早上呼了一锅，给狗呼了一锅面瓜，又让你吃了。又呼了一锅红小豆，又洗了一盆的衣服。我下午又去嘎子。都说这都是一个家呀，收这么好收拾的呢。我大姑说了，没啥收拾的。哼，副总，没有收拾的了。杨副总，你到时候他们上来跟你一起收拾也快，先给你整上去。你个烂人，你给我收拾去。没动啊，还有些怕动的东西。背着叶上一下。叶我就埋上。这整整上。别动。哎呀妈你看看啊，他腿都没动。你看这萝卜就在上顶一层儿。嗯，那是冻早都杠杠的。天哪，萝卜就在上顶，都我说萝卜我就盖得可浅了。你看就那呢，看见了没？好整。这可是好整。这可好整。完了，动了，粘土了，坏了，这个烂了，不要了，烂了没事，那个没事。咋，大哥？嗯，这都烂个洞。哦。啊，这稀脏的都。呼呼呼，给狗不要了也行。不要了，狗也不吃。啥呀？我说那个萝卜烂了，烂了一个坑。杨大也告我呼吧呼吧喂狗，我说狗也不吃。哎呀，狗也不给它吃太孬的。太孬的也不行。这萝卜有多少啊？萝卜还得两三筐呢。哎呀看这都是那个心里美。真的。那心里美都给我的呗。你不嫌长得不好吗？还行。
还行，不是那么那个啥。拌凉菜吃好吃，是吗？好嘛，这个。咱铁锹挖，我去挠过去吧。心里美还不少呢。可是的呢，你可是。这拌凉菜是心里美。那时候不是，将来我愿意磕东西嘛。完了，我寻思多种点呗。种了几条龙？一下种了三条龙。三条龙能长这么多，心里美。你咱吃嘛，有一条龙也吃不完呢。我的天哪！你奶啥都敢下狠儿。咱家地多，地多，地多。咱家就种了这两种萝卜吗？就种这两种，没种绿萝卜。我以为能种点那啥萝卜呢。水果萝卜。不是白萝卜。哎呀，白萝卜可再不种它了。咋的了？你奶头几年，年年种白萝卜。那个白萝卜不好放啊、哦，没有这种好放。那玩意就是少种几颗现吃行。搁这、哎呀，太多了，提了不动。来，那个，它那玩意太脆，不好放。不好放哈。嗯。一筐一筐提了、嗯，大力士。那我才提了好多。西屋地上，西屋地上。嗯，这玩意怪不得你抠不动呢，它不是抠不动，滑，你知道吗？反正我是抠了半天才能抠出一个来。滑手。奶，就这个红萝卜，超市卖1.68块一斤。心里面好像更贵。像咱、那个、这一个萝卜能不能有一斤多这样式的？有啊，得有二斤多的，就说是有、啊、有，是，哪有二斤？现在都是将近三斤都得、嗯。一块多钱买啥吃啊？哎呀，那没有咋整的？他没有地，他没有啊！你以为人家那地方都像你家里啊、哦，搞点整两个豆角杆子，就那个啥，就出豆角。哎呀，你小姑她今天中午粮草净光。那、这个，你小姑说家里一口菜刘佳明了，这可怎么办？人家刘佳明听错了，妈，咱家一啊。孙悦告是问的，那咱家一点米也没有了。现在他妈逗的憋不住笑，这一点米也没有了，你这扎脖子，笑死人了！你说，姑娘就是没有的东西了。嗯 嗯, 嗯，他腌的，去年他腌了点黄瓜香，他现泡啊，他一遍接一遍的换水呀、啊。他说等着吃吃，没有菜是吧？菜啥也没有了。他说：“哎呀妈呀，这一上午光在那换水了的，是吧？你这屋还能进来人吗？你瞅瞅。哎呦我天哪，这家伙，哎，种了多少？要不然赶啊，大哥，要不然赶明年专门给我奶整个仓库得了。你瞅瞅，白菜、萝卜、面瓜、冬瓜，哎呀天，还有那两冰箱。哎呀，